金狮子不是古龙啊。高手如云的第五集团，那也只有我们而已啊。那讲话自肥。哦，牙兽种哦，出来吧，破坏的化身。来偷看，他打完了没？我记得金狮子落冰，对不对？我来作弊一下，更换装备。洛宾，没有，我只是偷，我是说我偷看他打完了没。使用餐券，用餐。哇，可以看剧情了啊！主要开台玩也是因为跟一些没玩的人分享剧情，因为这画面真的很棒。看看这个超级赛亚人三如何去打他的镜像。哦，所以龙岩地带是在下面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吓死人哦！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我发现最近我录影还是玩游戏啊，那种像我摔死还是什么掉虚空，我都只会哇哇哇哇哇哇。Joker， 原种去打亚种，嘿啊！不是吧？我就只有，没有，更变道具。
问一下哦，管大团长的死活，他应该也不会死啊。只是我就在开始想说，哇，巨魔之地这边我要开始带热营跟冷营了，有点烦躁。对啊，像那天巧克力的那种我们的跑酷嘛，那个消失跑酷，我从头到尾都在哇哇哇哇哇哇，吵死了，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吵了。那边儿，啊，捡个石头。这里是那里？嗨，艾蹦。我没有听到。在哪里？哦，是这里哦。哦，这边打通了。哎，你怎么就跟没礼貌一个人走了？真不愧是我。行きましょう。我不会在里面热死啊！没有人影啊！麒麟，他头上的保特瓶要被折断啦！哇哇哇哇哇！你看我又来了，对啊，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感谢祭里面出金狮子？这个很突兀哎、欸。嗯，头上的保特瓶要被拔掉了，会被说保特瓶是因为之前那个就是这个动画的那个演员，他拔的头上就是一个保特瓶。把他捅到肚子里死了吧？我没有，在这边，他把保特瓶这样扯下来，硬要拔欸，多坚持啊！如果他没拔掉，他是整个头被扭下来才对啊！我就这样死了。看来他没有敏感性牙齿。我再来就是要把这边的地带升到七等，然后来抓这边的毛吉。耶！啊，你还？交给我了。啊！又跑了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！什么都交给我，好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我顶多忙回去找你们。
耶！我可以削石头下来，好爽哦！哇！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，救过一下！我想一下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干嘛？啊，他可以撞墙，他可以撞墙！哇！转身衣，过来，有种你过来！哎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哦，算了。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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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要死了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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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了。好啊，拒绝沟通啊！哎，我会热死，我会冷死，我会热死啊！抱歉抱歉，救我过救我过救我过！打你屁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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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我想出去打、欸，不然会热死、欸。你们总出来啊！我们约来外面打。哎、欸，有这个喝。这样，那我可以进去打了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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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呀、啊！哦，他手就可以撞墙了哦！哦，你为什么要剧透我？那很好欸，因为我每次爬都是爬他肩膀或是手上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哇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他好像很难撞欸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感谢白痴龙哦，走开！我要抓他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剧情需要吗？我不要。对耶，我第一次在这边啊，之前没有苍火龙吼。打你屁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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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哇！好爽哦！喷他！呜呼！脱下衣服。等一下，老子中毒了！哇哦！哎、欸，你不是来咬我的吧？同胞打击，打你屁屁！要捡东西。
这个没地质学。哇，那没关系，之后再刷它。不要喷。哎，还在撞哎。你累了，这里冲吧！可怜石，我记得他倒地还是什么不能有墙壁，对不对？会往前冲，不是啦，龙走开啦！你看，现在就是没有强化33333，所以我要强化它，然后就可以又有77777，吃那个魔物掉下来的石头，伤害就差了40-50。装地质学除了大灵脉玉种，就是可以捡两次啊。大部分魔物都可以捡两次，少部分就只能捡一次，这差很多欸。道具袋，你想？个装备，等我一下。因为掉落物那个，你可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在原地捡很多次，那是因为同样的东西我可以捡两次。道具更换道具，那靠，你该不会不知道这个东西吧？这个巨魔之地必装的有两样东西耶，一个是地质学，一个是不屈。